这招怎么打？我绕开！师父命令，十万火急！ 首长，首长，是老首长来了，有失远迎，是拉痛快了。报告首长，拉痛快了。真拉痛快了？我看你这腚怎么还撅着？还是老首长了解我。 听说你来了，我这拉了一半，又给憋回去了。嗯，那你就憋着吧。是，新军执行命令，憋着。101首长，让我捎几句话给你。101首长，有什么指示？ 101首长的原话是：“问问柳大树，毛长齐了没有？打仗指挥怎么还是个小排长的货色？一个主力团差一点就葬送在你柳大树的手里。”是我指挥失误，我请求处分。处分？总部决定对你们团一级干部进行调整。调整？ 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。这次到你们团来的是总部的林栋梁同志，你们认一下吧。刘团长好。首长好。他到我们团了。受命担任二团的代理政委。 是我莫大的荣幸。什么？代理政委？代理政委？欢迎欢迎！哎，什么带不带的？你就是政委了。
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的人，秦少长放心，我一定配合。你姓什么来着？林，配合林政委，把我们全团的工作搞好。林栋梁同志是苏联留学回来的，你要好好向人家学习。是，好好学习。 坐下来，坐下来。大家先说说，发言之前呢，报上自己的职务和姓名。我先说，我是八连连长张志文，人家婉军，全套的美国装备，咱不说汽车大炮，咱就说机枪，人家一个班就是两挺，我们呢，一个连才这个数，这仗怎么打？这仗怎么打？ 好了好了，少发牢骚，谈重点的。我是一营营长陈友涛，我认为我们目前的重点问题是我们的政治工作做得不到位。我是四连指导员马连伟，东北群众对八路军不感冒，认为国民党才是正宗。团座。 据空军侦察，发现共军的一股部队向法库方向溃逃，二六五团一营已经追上去了，要不要失落回复？出发。 101首长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就这么一路往北退下去？ 战略和全国一盘棋，现在上级要求我们，第一是搞好部队整训，随时准备自卫作战。自卫作战。第二是搞好群众工作。哦，韩管家，我来检查一下村里的房屋，不打扰吧？哪里哪里，长官请。好的，您忙着，我到上面去看看。是是，有事您吩咐。您客气。这家是地主吧？够阔气的。 这么大院子，是啊。来，政委，上面。一条公路把这好几百户人家的村子分成了南北两个部分，往南都是庄稼地，全是平原，那个高点就是北山高地，这条河是秀水河。 大冷的天儿，喝碗白开水，暖和暖和。来来来，报告。报告，一营抓个奸细。政委，四连的群众工作做得最好，你先看看，我回团部。好，走吧。来，把梯子竖那边去。林政委，哎，马指导员。戴大爷，林政委，这是王东戴大爷。 村里新选的农会主席，戴大爷你好，感谢乡亲们支持咱们部队啊！哎，要感谢呀，得感谢咱们部队的同志们呐！这大冷的天一大早晨就忘干这个忘干那个。戴大爷，咱们人民的军队一切为人民嘛，应该的。房顶上，哎，这个房，同志。 你这脚上有伤啊，高桥挂的伤。啊，欧阳平同志，他脚上生了冻疮。厉害吗？裂口长上了，只是痒的难受。戴大爷给出了个土方，用本地的辣椒根熬水，天天泡脚，效果非常好。啊，还是民间高招多。这什么东西啊？你既然吃饭的脚。 瞄准具，你是炮兵，怎么到步兵连队了？我是那边投诚过来的，咱们团没有火炮，就进简到了四连。哦，炮兵是技术兵种，在我们步兵，可惜了。
我是东总侦察参谋，我叫梁山。哎，把你们领导找来。你是这儿领导吧？我是自己人。你是东总的侦察参谋是吧？啊？没听说过呀？这查呀！你们找人去核实啊？有什么情报啊？说来听听。我不能跟你说。 有紧急情况，要去报告东总。哎哎哎！你什么都不说，我怎么确定你是什么人是什么身份？你立刻通知东总，延误军情，你是要负责任的。负责任？快点，快点，你给我解开，解开，快给我解开！哎哎哎！ 你这是吓唬我呢！我说你赶紧的，给我松绑！啊，行。就这么捆着，找间屋子关起来。哎哎哎，团长同志，我有重要情报要汇报，非常非常重要的情报。有一个加强营昨天晚上就到了叶茂台镇，非常紧急，要马上向总部汇报。你得向总部汇报。好了，找间屋子关起来。 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放人。哎，我警告你啊，你是要负责任的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要向总部去告你去，你赶紧放开我！怎么着，团长？是不是又惦记上叶茂台那个营了？你别什么事儿都给我说透了。<笑> 站住！我能求点柴火吗？去吧。对不起啊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哎，大姐，大姐，给碗水喝吧。俺这一天都没吃东西了。 小罗，部队行进的速度太慢了，这天上路滑，走不起来。通知团部和警卫连，先走。午夜之前必须赶到叶茂台。我去送口水喝。大姐，你看，大姐，你这屋太乱了，我给你收拾收拾。 一个营的兵力就敢追老子，你回去把全团拉过来，凌晨前发起战斗。要不要和政委商量一下？再向师部请示。来不及了，赶早不赶晚。等我拿下这股子敌人，我要让总部首长看看谁的毛没长齐。报告，怎么回事？团长命令，全团集合，立刻出发。 把人给我带出来！是。哎哎哎！
哎，别退，同志，别退，都是自己人，别退，推什么呀你？哎，老梁，林处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总部搬过来了？没有，没有，这是总部的侦察参谋，自己人。哦，对不起，哎呀，别说这些了，我现在有重要情况，又要总部汇报，你们那个团战太过分了。哎，走，我派人送你。走，赶紧的，我都说了，早晚我得告那团长。 大雁冒台，全团贸然出击，挥师大溃，这种做法纯属游击作风。现如今，我们是大兵团作战。报告，陈团长，在下二六五团孙克昌，有劳孙营长亲自等候，辛苦了。 团长一路劳累，在下也在营部备下了补酒，敬请赏光。孙营长的美意我们心领了，本团刚到，人困马乏，咱们明日再聚如何？好，团长请。你打过仗吗？啊？老子打的仗比你听说过的仗都多，你个小白脸，你给我扯上去！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小林政委。 我是说，你看你这细皮嫩肉的一百面书上，到了我柳大树的二团，我管不好你不出一个月，变成一皮糙肉厚的纯爷们儿。行了，别给我东拉西扯的。不经请示，贸然进攻，你有没有组织观念？我可告诉你，林栋梁同志，老子最讨厌的就是他小报告。我也告诉你。 柳大树同志，我打的是报告，不是小报告。喂，我是柳大树，是丁主任呐。喂，啊，在。 找你的，我是林栋梁。是，明白。怎么了？明天，姚良首长要给直属部队营级以上干部开会，就在旧水河子小学校。 仗绝不能鲁莽草率，一笔糊涂仗。我们要改变游击作风，树立整体作战观念，要勇猛、坚决、灵活、艺术。首长，战之必胜。是不是要打一仗？还说，首长说的就是你。好好听。同志们，我们必须了解和掌握一点、两面。 三三制，嗯，这样够劲儿啊！那您是俺班长的老乡，又是咱八连五班长，那都是咱领导。抽就抽，拍什么马屁？嘿，我说夏老大，你冲人家一个新兵耍啥威风啊？当你家夏老三呢？你家老三是烈士，牺牲光荣。 班长，班长，洪旅长，有，杨师长，到。你们七旅和一师，都是101当年101师的老底子，首长对你们的期望很大。主任，战斗命令什么时候下发？快了，101决心很大，你们一定要好好准备。是。 杨师长，告诉你那个柳大树，林栋梁的面子我给他了。团长，团长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武器弹药还有冬装棉被啊，下午总部就给咱们运过来。是真的？是啊，师长说了，这事儿啊要好好谢谢人家林政委。怎么回事？人家林政委啊给丁主任打电话，说你作风细致。
为了核实敌情，亲自去夜茂台侦查。这小白脸儿没打过小报告，什么呀？打报告是为了解决装备和冬装的事儿。看不出来这小白脸人还挺厚道。团长，你擅自行动，人家政委帮你擦屁股，这人丁主任能看不出来？他呀，是看政委出来炸道，才给的面子。 都换上啊！李老爷，哎哎，这都是咱们部救会的妇女呢，为咱部队缝的狗皮褥子、狗皮背心儿。我可是千方百计才弄了这么点红烧肉。来，小林同志啊，不，小林政委，请上座。团长，走走，一点小事儿。 这不至于吧？坐下来，坐下来。来，你是我们团的贵人呐。今天这顿饭我是非请不可。来，这些可是我自己掏腰包。什么贵不贵的？你难道不当二团的人啊？今天啊，就算是我以个人的名义，给你接风洗尘，欢迎到我们二团来任职啊！好。 来而不往，非礼也。我也给你拿了样东西。啊！你怎么知道我好这个？这是我从莫斯科带回来的。 这什么喝法？没见过。你这往这里面掺水，它能喝吗？搞什么鬼？ 这味儿是挺香的，可跟这个好像它，啊，就这么喝，就那么喝，啊，嗯，尝尝，啊，尝尝。 什么玩意儿？这一壶药渣子味，这是酒吗？这是？你拿我开涮是吧？你以为这是酒啊？这不是酒，这是咖啡，咖啡，咖啡。对，咖啡。哎，咱不喝这个啊！看见没有？这才是真正的酒，当地最有名的桃山白。 哎，不，我不喝酒，不喝桃山白。法库，你白来，我们两个主官要喝，必须喝。这是团结的酒，是交心的酒，我先干为敬啊。 好酒啊，团结酒，交心酒，啊，是，不喝不行是吧？当然不行，在莫斯科都是怎么喝酒？
我军的作战方针就是六个字：快动、猛打、穷追。高见，高见。科长兄，以我同为黄埔校友，此次能联手剿匪，实在是振华的荣幸啊！您抬举。有一个计划，还要同科长兄切磋。切磋不敢。 远听指教，九中见人心啊！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老刘啊，你是红军的老革命，游击作风要不得，对手变了，咱们作战的策略也得要变。你看，咱们身后。 跟着的都是全套美械装备的王牌部队，不说军官，都是黄埔出来的，就连士兵也都经历过对日会战。你这么说，我们是样样不如人呐，是吧？就是何子，我已经上报师部，全力进剿这里的共军。共军装备落后，士气低落。 快动，穷追，猛打，兄弟佩服佩服啊！那好，明天一早出发。团座，各营凌晨才陆续安顿，弟兄们还没缓过劲儿来。陈团长，我来做先锋。柯长兄果然豪气过人呐，这一路本来就是你先行。 拿下秀水河子，这头功非你莫属。你就说一句大白话，眼下对付国民党，我们怎么打？啊，怎么打？101到东北已经好几个月了，你说他闲着没事干了？101那是我的老首长啊，打起仗来没人不服气。未必，进东北。 我们打过几次胜仗？不是动总没想法，而是时机未到。时机？团长、政委，总部下命令，让我们团明天一早向长岗转移。又是转移，再这么撤。 人心都散吧。时机到。戴大爷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回来的。老人家，保重。一定要回来呀，乡亲们，都加小心。把吃的带上吧。一定要回来，我们等着你们。 团座，孙营长击退了共军，占领了秀水河子。这一个营对一个团，太快了吧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一定是共军主动弃战，溜了。妈的，又让这个孙克昌占了便宜。老罗，通知各营即刻出发，务必在天黑之前赶到秀水河子。 是。出来。是。参谋长，团长在吗？他不在，去师部开会了。啊？怎么有事吗？眼瞎犯了，讨点烟抽。只有你小子，仗着能打仗，敢跟团长要烟抽。
那我救过他的命，瞅点颜色啥呀？ 段总，孙文章呢？走了，走了，去哪儿了？应该是团山的方向。共军的主力就在法库，他这是去找死。段总，你看，要不要跟进？先住下吧，明天再说。团部定哪了？韩家大院。秀水河子的敌人，他们是在劫难逃。敌人兵力分散，兵家大起，这就是1011的时机。 13个团，7旅3个团，还有保一团，7个团的兵力对付敌人1个团，敌人肯定派兵增援。你看，张武到秀水河子行程半天，而南面的新民有52军的1个团，路程也只有一天。那就是说，打秀水河子必须在1天之内结束战斗。你说孙克昌？ 运动到了共军的鼻子底下，还没有动作，是为什么？派出去侦察的人回来了没有？回来了几个，也没什么动静。没动静。 没动静更可怕，说不好共军会有什么大的动作。师座也是这个意思，要咱们回撤。哼，消极怯战不是办法。给军座发报，就说共军有包围孙营之运动迹象，请求孙营与我部会合，并统一指挥。师座会不会？优柔寡断成不了大事。命令各营，就地驻防，修筑工事。是。 国军来保护你们，你们呢也要帮助国军，来为我们修工事。积极主动的，我们一定重重的有赏；要是消极怠工、捣乱破坏的，那就是国军的敌人，就是共匪。听清楚了吧？你去办吧。好。男人站一排，女人站一排。 都给我站好了！乡亲们，咱们不听他们的。老家伙，我看你是共匪，你们欺负老百姓，你才是土匪呢！你再说一遍，你就是土匪！作战指令。 正式下达了，进攻时间。后天下午5点，具体任务呢？一师有西面、北面攻击，7旅有南面、东面攻击，以秀水河子公路为战斗分界线。好，该打了。营长，看村子里这动静，陈团长恐怕要跟共军决战了。咱们营还真要归那个姓陈的指挥？ 这种瓷器很少见，是哪儿的？本地产，叫法库瓷。哦，本地还出瓷器？啊，我们这是老窑口了。<笑>报告，团座，孙营长到。好。团座，老弟啊，你总算回来了，为兄实在替你捏了把汗呐。团长如此挂念兄弟，感激涕零。上峰的命令已经接到。 孙克昌和全营官兵愿听从您的指挥。好，好，好，李参谋是去给孙营长沏杯咖啡，要蓝山的。科长兄辛苦，来坐。村里修碉堡建工事，团座，您是想？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我已请示军座，对秀水河子一带的共军实施反包围。只要我们牢牢吸引住共军的主力，我军机械化部队快速出动，共军肯定跑不了。 高啊！拼搏一战当将军，师长的位置就是给您留的。这个团长是个内行，
小小的高低，让他倒腾出这么多名堂，碰上对手了。 北山高地是这一带的制高点，可以有效地遏制共军对村子外围、北、西、东三个方向的进攻。从这儿到村子边，一共有三道阵地。东北方向地势平缓，我们修建了最为坚固的环形工事，两个方向连成一体，形成了强大的交叉火力网。构想不错，但是少了点。 请团座指教。如果共军有炮火支援，就你这些瓦罐罐的，不是明摆着让对方砸吗？团座真是战术专家呀，兄弟佩服佩服。孙营长，团座的意思是，哎呀，兵者诡道也，团座的意思就是明暗结合，多修暗堡啊。 团长，你看，这是各连送上来的请战书，还有入党申请书。战士们的情绪很高啊！这儿还有一封血书。血书？欧阳平，就是那个小钢炮，去年投诚过来的，国民党炮兵。投诚过来的，共军从东北、东南两个方向调兵遣将。 企图包围我们，正好让他们尝尝铁桶攻势的厉害。共军没有火炮，没有重武器，白天打吃亏，只能夜战。共军进攻的时间最快是明天黄昏，那我们就报告上峰，实施反包围。为什么？光凭猜测，上峰是不会动。那打起来，他该信了吧？ 葛长兄说的有道理。何长兄，再调配你一个连，明天一早出发，给我扫荡西八家子和孙家窝子一带的共军阵地。要快，要猛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一石二鸟，好，主动进攻可以打乱共军的进攻部署，让他们南北不能兼顾，同时呢，也向我们上峰正式共军的进攻企图，定下与共军决战的决心。 但是不用硬拼，只要把局势搞乱，声势搞大就可以了。是。团座高明。这国民党老在我们屁股后面追呀追的，把老子屁都追出来了。现在是时候让他们尝一尝这屁的滋味了。 打仗嘛，就是个硬碰硬。可这硬的怕横的，横的怕不要命的。我们共产党人死都不怕，还打不过他国民党的阔少爷？你们谁要是打好了，打漂亮了，我柳大叔我心甘情愿，好吃好喝的供着；谁要是打不好，那就只有当缩头乌龟了。 我柳大叔带出来的兵，没有人愿意当这缩头乌龟吧？干活的人啊，是越来越少了。这天寒地冻的，士兵们也不听使唤。我叫警卫连的弟兄给你挨家挨户的往外拉人。这人嘛。 哎，等一下，喂，说您呢，人过来。哎哎哎，哎，长官，您叫我啊？你怎么从那个老韩家那院子里出来了？啊？啊，我给伙夫掌官帮厨去了。这一大早的，你帮什么厨啊？我昨天就在这儿溜达的时候，就被那伙夫长官给抓去了。
他让我帮他抬猪，抬完猪还帮他杀猪，最后又做早饭，忙活一宿，刚回来嘛。哎，管家。哎，长官，没事，我走了。站着。哎呀，胡连长，您有啥吩咐啊？韩管家，你见过吗？啊，脸生，不认识。叫的是八路的密探，不是长官冤枉啊！我真是好人呐、啊。坐下来。哎，韩管家，我昨天我帮厨了，我。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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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踩我？干嘛呀你们？这娘们谁家的？戴老二家的寡妇。哎。你小子是哪儿的啊？长官，我就是新民梁家屯的。哎哎哎！干什么？别打了，快快！别管我的！打我！胡连长，打死你算了！哎，让你见笑了。我昨天给人帮厨去了。放屁说你！这寡妇啊，平时跟男人是有点疯疯叨叨的。你那不缺人吗？拉去修工事，不好好干活就他妈毙了。哎，长官，哎，长官，哎，长官，啊，长官，你听我说呀，长官，你别乱动。报告团长，二营已经到达黄江关峰外围。正在进入指定位置。好，命令一营、三营绕过黄江窝棚，迅速潜伏到秋水根子外围一线。是。距离攻击时间还有3个小时。团座，团座，孙英子他们在西八家子与共军交上火了。一线的共军防线已经被突破，他们调动了周围的增援部队，估计有一两个团吧。说，孙可昌遭遇的是共军的主力。要不要增援他们？看来他们的部署已经暴露了。通知孙科长立刻收兵，火速回防秀水河子。收工了，收工了。我布置的纵深防守，火力交叉，交给你们了，我先走了。大兄弟，你家山东的吧？俺知道你是八路的大官。大姐，您请，俺记心里了。兄弟，抽一袋吧，抽一袋，解解乏。不抽了，俺得走了，会连累你的。再说，俺还有任务。等等，外面都是兵，天黑了再走吧，俺给你做碗热乎的。团座，我们一个连的火力完全压制了共军的一个营，要不是团座有令，少说消灭他们一个营的建制。可长兄果然不负众望，连日来一路冲锋陷阵，连克叶茂台、秀水河子和团山。我们缺少重炮，摧毁敌人阵地不理想啊！北山外围阵地前有50米的开阔地。敌人炮火压制的话，部队损失会很大。
向北山和村东南环形阵地同时发起了进攻。北山和东南环形阵地共军进攻猛烈，西五里山阵地也失去了联络，他们挡不住了，请求山炮连和预备队增援。可是东面和南面一点动静都没有，难道是想趁我不备发动突然袭击？七里方向怎么那么安静？两边同时出击，七里没接到命令吗？不可能，打电话。电话在后方，没有接到前线指挥部。什么？通讯员，快去师部指挥所，把情况给我弄清楚。已经接近北山外围阵地。奶奶的，这他妈打的什么糊涂仗？下令开炮吧，再不压制共军就要打上北山了，别再顾及南面的共军了。张之文啊，张之文，拿下北山，回来老子请你喝酒。前五里山子丢了，北山环形阵地也告急，山炮连也急了，说为什么团部不下令开炮？
团长、政委，幺零幺命令撤出战斗。什么？撤？山炮连都等着呢。下令吧。命令山炮、重迫击炮覆盖北山外围阵地。往后撤！撤！赶快往后撤呀！放！撤！快撤！快撤！快！撤！燃烧弹！侯队长，有。封锁全村每一个出口，给我挨家挨户搜。是。谁呀？把这个村子里所有的男人，有一头算一头，统统都给我抓起来。村子封锁了。我出不去了。哎，你不是换上他们的衣服了吗？怎么还是没混出去啊？被他们发现了。这样吧，你先在我屋猫着，天黑了再走。啊，来不及了，他们正在外面挨家挨户的搜呢。再说，要是被发现了，你就遭殃了。我走了。等等。为了你。我咋都愿意。咱俩谁都不能死，得想想办法把情报送出去。牺牲是小，情报是大，有没有办法可以偷偷的出村呢？雨水沟。雨水沟。连长，这个人抓不抓？他算个屁！抓！胡连长，冤枉啊！冤枉！冤枉啊！你们几个跟我走。是好是。哎，你们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你家那野男人呢？什么野男人？昨天不让你抓走了吗？到现在没回来。害得老娘一宿都没睡好觉，我还想找你们要呢。给我搜。盯住了。
团长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就是心里闷得慌。推迟一天进攻，仗打到一半儿，怎么说变就变了呢？啊，荒唐！骑旅受到攻击，部署被打乱了，打仗得随机应变。进攻半途而废，等于是打草惊蛇啊！敌人肯定会加强防备，今儿晚上这仗不好打。获悉福之所依。书呆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建议啊，召开连级以上干部开会，总结一下昨天的经验教训。更重要的是，研究今晚怎么打。小白脸，上道了啊！同志们，通过昨天的战斗，大家对一点、两面、三三制都有了个体会和经验。下面，我们发扬民主，大家畅所欲言。一营、三营挡住了共军多个方向的猛烈进攻，不仅有效地进行了防守，还大大地杀伤了共军的有生力量。我提议请示上峰，对一营、三营给予通令嘉奖。进攻北山，有近50米的开阔地，敌人的炮火封锁会造成很大的损失，应该避免。怎么避免？利用夜色潜伏，战斗前贴近到敌人的阵地，那射程受限，敌人的炮就打不了。可是我们的手榴弹还是够得着敌人的阵地的。想法是不错，可前沿阵地的后面有30多米的斜坡，敌人在坡底的主阵地居高临下，会对我们的冲锋造成巨大的杀伤。你怎么解决？以最快的速度冲上去。主阵地向村口一面是一个大缓坡，敌人在这里至少构筑了2道防线。如果要以较大的牺牲去攻占主阵地的话，那么对2线、3线阵地就失去了进攻的力量。这位说的有道理啊。团长，去年咱们团打鬼子据点，用毒气弹的方法，没准能用。毒气弹？化学武器？什么化学武器？那是战士们自己想出来的土办法，倒是挺管用。是辣椒面加炸药，炸弹在炮楼前炸开，风把辣椒吹进炮楼里，鬼子呛得受不了，跑出来全被我们消灭了。本地盛产辣椒面，北风将辣椒毒气吹过敌人主阵地，至少有20秒的时间，造成敌人战斗力减弱。有了这个时间差，我们的同志们就能顺利地攻占坡顶主阵地。太好了！哎，我们连的战士个个投弹超过50米，那绑上辣椒面30米绝对没问题。目前，共军集结更多兵力对我进行包围，我部虽有攻势抵御，但兵力损失20%。弹料消耗一多过半，如不进行有效补充，势必陷入共军四面压迫，克难避免覆灭危局。万请上峰立命增援，以救我部于水火之中。这场战斗对打开东北战局的局面至关重要。大家有没有决心打一场漂亮仗？有。好，三营八连趁夜潜伏北山阵地前沿。一营打响后，趁其不备突袭北山阵地，一旦得手，九连立刻跟进，突破战果，向村内猛扑。一营作为全团的主攻，从东北方向向村内突破。二营的4连、6连作为预备队，随时待命。各营要借助懒散后方，迅速修复攻势，禁止征用劳力，自行动手。大家分头准备，2个小时以后出发。方座，胡德彪把村里的男人全都集中在了后院，可这一打仗，肯定会伤害无辜。你看，我明白了。
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动静，难道是他们不想打了吗？喂，打进来了，快回连屋！班座，西北和正北方向遭到敌人的攻击，东面和南面还没有什么动静。十点总攻。马上就要进攻了，村南方向还是没有炮击，七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奶奶的，不会又让我们撤吧？五十二军的增援到哪了？离南面的公主屯大约需要两个小时的路程。好，命令山炮连集中所有炮火，准备向北覆盖。打！阵地夺回来。是，部队兵。有。北山是共军的主攻方向，你去压阵。有敢动摇切阵者，无论官阶大小，格杀勿论。营进攻受阻。打电话问师傅，七旅是不是缩头了？彭旅长、杨师长两次打来电话，问我们打还是不打。沉住气，等我的命令。是。连长，咱们冲吧！等等。发起了反击，要不要派预备队增援？敌人全从我们这个方向来了，七旅他们跑哪儿去了？找
王志文，你一定要给我顶住啊！命令，开始攻击。预备，放，放！共军从南面开打了。妈的，共军太狡猾了。给石头发报，请求友军迅速将我高楼。妙，二十分钟一个时间差，敌人的部署就被打乱了。小白脸，这才叫打仗呢。命令一营、三营全线出击。迅速向秀水河子靠拢。还有多少路程？照目前速度到达秀水河子还需要一小时。命令前锋营全速前进，40分钟内务必赶到。首长，狄增援的一个团已经抵达距离此处13华里的太平庄。命令20团在小荒地一带展开阻击。19团从西南的方向，21团从正东方向，已经和敌人全面接火。我们正向敌人的纵深阵地展开突击。传我命令，务必在凌晨前结束战斗，传达到参战的每一个团级指挥员。是，保证在凌晨之前结束战斗。命令2营跟我出发，指挥所前一到1营指挥位置。不行，团长，这样太危险。不靠前指挥，就抓不住突破的机会。战场情况瞬息万变。太坚固了，地炮暗炮太多了，一个一个退回。时间，没那么多时间。扔手榴弹。是。班长，角度不对，找不着啊。还奶奶的，参谋一回，跟我来。是。一个打一个出来一个，别废话，能不能突破？一营要是不行，我就叫2营上。政委，我们没有时间了，不能硬拼。非硬拼不可的时候，只能是硬拼了。命令司令，跟我上。小心，我去。团长，政委，你得留下。梁参谋，有什么情况？我能带人进去，那儿套雨水沟，从这儿进村有套雨水沟，因为下大雪，国民党没有发现，我刚从这里摸过来。咱们的部队完全可以通过，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！梁参谋，你他妈真是我的副将。一营长到，留下一个连牵制这儿的敌人，其余的连队和2营一起从雨水沟进村，然后兵分东西两路，一路向北山侧后迂回，和3营一起夹过北山，一路向西迂回，直捣敌人1营1部两路得手之后，迅速的展开，目标。地处大院的丁团部，都清楚了。
清楚。等等，团长，你看，这是敌人的山炮连阵地，我们要派一支精干的小队，利用黑夜摸过去，拿下它。这样不但能减轻七旅友军，还有我们进攻部队的压力。如果山炮能为我所用的话，那我们将改变整个战场的态势。好主意，团长，我熟悉这儿的情况，我带部队去。好，马连伟，啊，带上四连一个排和梁参谋一起，拿下炮兵阵地。是。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。葛长秋，援军已经到达秀水河子，你要守住。我已经向师座保荐你为中校副团长，一定要挺住，挺住。喂喂，他娘的，给我顶住。老罗，命令炮兵调转炮口，炮击孙营阵地。敌人四次冲锋了，我们要不要派一支队伍去支持一下八连？不用，四连部队要通过敌人的炮火封锁，牺牲太大。政委，你放心，张志文顶得住。连长，咱们的子弹不多了，咋办？咋了？趁敌人慌乱，你带人下去，多撂点家伙。是。快去快回，小心敌人。注意隐蔽！注意隐蔽！小钢炮，
你们赶紧撤退！指导员，没事儿。报告团长，炮阵地已拿下，义军攻占敌人营部，目前正在敌人发动猛烈攻击。好，叫梁山和马连伟，让他们立刻到敌人的营部集结。快点！是。 咱们就剩下一个排了，咋办呢？各自走！人在，阵地在，人在，阵地在，阵地在，阵地在！把敌人放到跟前。 刺刀，拼敌人冲锋枪，弟兄们，拼了！北山已经守不住了，共军正从正南、正北两个方向往村里进攻呢。命令各连迅速出动，进屋上房，把秀水河子变成一个铁桶，让共军尝尝巷战的厉害。是。 等等，给我接一营。你是哪位？你谁啊？报上姓名。我是团长，你他妈是谁？我他妈才是团长，民主联军二团团长柳大树。奶奶的！ 一营完了，警卫连还有几名六连炮，两门，目标一营部，给我轰！团长，团长，团长，快点，政委，政委，团长，政委，没事吧？拧着腰了。团长，你救了我一命，你是我们总部的宝贝。 我可不敢有闪失啊！团长，情况怎么样？解决了，不对呀、啊，刚才打过来炮是怎么回事？啊，那一定是敌人在咱们团部也背驰入伙。那对我们的进攻会有很大危险。团长，咱们可以用缴获的山炮轰击他们的炮楼。行吗？行，山炮有射箭死角，打不过去，射程太近。小钢炮说以前用山炮打过炮楼，没准能行呢。行，试试。等一等，敌人把村里的老百姓都抓起来了，就关在地主大院的后面。这帮狗娘养的。 我能如何不能伤害点老百姓啊！团长，敌人在村里的部署，我十分清楚，给我一支队伍，先去解救老百姓。义营现在正在向敌人的团部突进，马连伟，在，你陪梁参谋走一趟，让义营营长配合你们先营救老百姓。是是，去吧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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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各团全部突破了敌人的防线，从南北东西四个方向穿插分割，彻底打乱了敌人的防御部署。目前各部正与敌人守军展开激烈的巷战，并从南北两个方向对敌人的团部实施包围。敌人的援军。 还在进攻，再有一个多小时，天就亮了。52军够意思，只要我们再坚守一天，我几路大军快速包抄，共军的主力就将被我们彻底剿灭。到时候，这首功就是我们266团的。等好吧，团座，吃点东西。
你有话要跟我说。团座，我觉得你应该立即出发，从西南方向出村，同增援部队会合，和五十二军的长官一起提醒杜长官部，督促友军迅速合围，这里我来坚守。你是想叫我临阵脱逃？啊，真香，正宗的蓝山咖啡。听我口令，